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大爷。鱼哥是伫山区咯，这代是司马迁部落，我即摆是伫一个露营区，叫做360景观露营区哦。这大家海拔1200公尺哦，介冷哦。这台湾是要测路，所以阮准备一个车尾帐，要带伊个所在，车北库入边。即摆咧，几台车是电满满，满满了是吧？满来个车顶啊，你有看？加较远个，要等伊讲着。开。我做今日来这里面，惊山崩。你看下底，我今麦是贵车的建材，我今麦要来起阮的厝。起啊，起厝啊！你设计师，脏脏的没关系啊，人没脏就好了。人也脏脏的。啊，真假的？那、啊、我先说一下辛苦的，你先。啊，今麦怎啊？出来啊！看到一堆物件，早无想要动，你知道？哇，超重的。啊、这帐篷够说明书？这样打开、OK、跟你想的一样，对，抓三八爪椅，弄成这样，把凹卡了的呀，对，它都已经扣好了，对啊，所以我说看这很快呢，它怎么卡住？它到一个地方就卡住了，它自动卡是不是？对，真的，哎，看这很屌哎。不过一分钟，我第一界搭，然后看你下边北区如履对抗嘛，就甲钉啊钉钉的固定，较小紧。这个所在就是要连接车的后道的所在，那有生个叫 BG。哇！再来，再来龙九香，龙九香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我可以开后车厢吗？可以。帐篷不会被我掀倒吧？不会。我这么高，要全开，因为我们这样上下才方便。你自己想象，我们要上下这个、要刚好没间隙啊。那你再后面一点。你要喊停了，要不帐篷也就要 A 的哦。好啦，对，一点点，好了。哟、对不对？好像有点像哦。昆钢，好了，这晚带你们去看一下，我到这卖起了，变成什么款？从这个角度看较清楚，我到看较早无同啊。而且我们现在是六角形的感觉，可是为什么比以前大、啊？空间感大很多啊！你看，其实够做人诶呢。这卡是我的冰箱，这是我的箱啊。画面带过来这边，你刚看到这是啥？这就是我的车的后道，同时嘛是我的眠床。暗时我要睡的时候，我就是把这个扭开，然后规个人就爬入去。你看，超美的，刚好灯光这样照上去，很粉，超 pinky 的。啊，你唔着坐一只，佮先做看花。对，我的钢琴。我们的新玩意儿啊。而且它的味道很香，木头的味道。你有说那个羊帕克里吗？而且它好像是满千十大酷刑那个，有没有？真的？手插进去就冤枉啊！要不嘞？现在我变厉鬼。猎瓜呢？猎瓜，我有这个东西观看。你都冷到戴帽子了。戴帽子是因为安尼较帅。干物。关键。啊，是说考官外口的呀？对。拜拜。我已经有够顾不落去了，路也是要新的。阿爸可以出来抓你来看。我在等你拿锅啊。锅子是吧？露营就是露一个帅。Bush Craft。这感觉好脏哦。什么很脏？这个是野营用的锅，你还可以路边开一个插口，下下来弄插口。但是这个插口你会一直沿用吗？我当然沿用啊，你当作我吃百姓用，大概用你来扣茶。金柱啊。你看，我咧看伊煮饭的同时，非常赏花，肉那一骨太，安尼写当煮的吗？我现在解冻是不是？我动作列煮完呢？我想让它解冻啊。
家都是以砖为单位。在跟看做同分做到袂少剪辑啊，历经千辛万苦，它终于融化了。对。盘子超伟大同分，还不错啊。嗯。哦对，买来在哪里？诚挚的邀请你一起来哈会哦。烧好了，这样就不会冷了吗？不会啦，你后边一趴会，面头前搁一趴会，是要冷去哪里？哦，会变哎、欸，那、不会烫吗？不会啊，很冰哎、欸。那我们来煮什么好呢？煮家章鱼烧、欸。这哪是章鱼烧？蛤蟆烧。哎，这好像加个奶油不错哦。你有在那个吗？巴达吗？你听得懂巴达、哦？巴达。我以为你拿球棒出来。好像凉。你在敲什么敲？凉的啦。哎，为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你手怎么抖？这是有奶油，奶油的。我叫你没问题，你可别叫了对。嗯，有奶油香吗？我看它咸嘛，很鲜很鲜就会变很咸、完全没有加东西呀、啊！哦，靠，原来贵。来，这是不是奶油哎、一样咸。看，用来都咸嘛，肉很鲜甜，可是它里面的水分足咸。给加两条婴儿的白心啊！哇、哦，怎么还这么香？热炒店哦，开得很不甘愿呢，他怎么不会钻开？谁？前面两个摇滚区的，死不开呢。收割，割韭菜。喝剩啊、哦。嗯。他的卡住打不开。这个。对，你要嗨。它可能接触不到，它的受热面积就两个点而已。哦，好喝，哇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他们开。啊，那欧欧还是啥？奶油。奶油变欧油。焦掉了。很烫吗？应该还好。干。哦。开了哎、欸。他开了，开了，终于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超久的他。他很持久。果然是要换个角度的。换个姿势，他就投降。哦，叫你冰冰球。怎么样？咸，不是很鲜。为什么这么咸啊？为什么？那个炼乳，好吧。还有这个东西可以吃。谢谢，不会，感谢感谢。获得草莓，获得草莓耶！这附近就是大湖，最有名的就是草莓。大湖草莓啊，沿路都有人在那种草莓，好吧，采草莓。蛤蟆吃了搁吃草莓，袂伤饱吗？没。你等下可能会流鼻血。刚刚盘子是谁给我的？我。谢谢。客气。煮个汤来喝，天气冷。这个平台真的好方便，太适合煮东西了。尾巴煮汤只要有这个就够了，这真的很强。你要不要煮汤，要不煮上你就要蓝瓜蕊，就会变很好吃。哎，所以加这个还需要加盐加味精吗？不用，加这个就好。
关小火。这本没有办法关小火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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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12度，你穿短袖哎、欸。暖炉啊，来准备安安困啊。等等，我的名称。你爬不上去。公司啊。哇，很好睡。很舒服哈，这个一定要充气床啦。准备困啊。晚安。晚安。肚子有点饿。好啦，各位，趁即摆计时，我搁翕一届予恁看。这台车和之前有啥物无同？即摆除了顶款加戴一顶帽仔之外，衫嘛换新衫，或者讲鞋仔嘛要换新鞋仔。我是到叉叉的五五九，恁配仔是南港 SD 九。啊，好海恁今想搁去换一组？你来看，我这车主色是军绿色，配上这个古铜色的，整个超大。车的后大嘞，连接了我们的帐篷啦、啊。其实是搞这而已，这个是延伸帐，可有可无，但是我整个套装都买了，整个倒开小长的，空间感超大，真的带你们进去看。这座帐篷呢，也是韩国的啦，品牌是 Idogen， 型号是 ATM Max。 这座呢，我是请朋友在韩国帮我买回来的，韩国不贵，9000到10000块，运费的恐怕运费都比帐篷本身更贵，所以我拿到手嘛，接近要到20000块。内底是几个人，咱徛直直的，它高度有200公分吧。美中不足的点就是，它不是黑色的，黑色都断货了，连韩国都没有。重点是我喜欢这个观景窗，观景窗可以看到什么？樱花。你暗时在睏，抬头一看，都有捷明甲飞过。捷明大理啊，你阿在甲你看。这是我的大门，会当甲关起来，然后我就直接墨绿来底睏。这是我的寝室，看这个空间感，你安尼看会知。我摆一个桌啊，搁两条椅啊，后边搁做一个空间，咱去物件。然后够这边，够那边，够延伸帐，这多深呢？官方数据好像是接近6米啊。来，小厨娘，猪扎等，装两颗蛋的，很可爱吧？居然有蛋哎、欸，稀有物资哎、欸。没有切断，没切断，你是要把它扯断是不是？对啊，插嘛插嘛插嘛啊！必须骂户 啊！他们美食节目怎么做的、啊？对啊，这一次这一次这一次全部剪掉。咦、哦，给你一个，哦修，嗯，好快啊！内底有稀有的蛋、肉松、火腿、生菜，规间的气力改款扁扁。体积比较大、比较软的，就可以先放上面。安尼背落隔着人，快袂冻伤。为期不到一天的新帐篷试拍试录，第二只观望结束。这才是大湖溪上顶游的部落——司马仙部落，真水，但是路够歹开。